小尚一行人被幻使制造出来的黑洞卷入了幻界。为了回到原本的世界，他们只能兵分两路，在异界里展开调查。众人在幻界里险象环生，不仅再次遇到施救、赛刃等恐怖幻兽，还遭到能够操控雷电的雷鸟追击。孤立无援的他们能否化险为夷？